不啊，你怎么跳到鱼群里面去？你要下去钓鱼是不是？啊，那我要来钓林廷佑了。哎，不可以用那个，打到我会很痛。哎，里面就有长高蛮多了嘞。我要来钓吴信义呀、啊！钓他的耳朵，钓他的屁股。哇！去去去去去去去！我。Hello。对啊，他一只照相，一只这样就可以一只录影，然后一只就照相。可是你知道他的那个镜头的那个，嗯，就对的那个角度啊，像你这样没有看，他不可以连线吗？连到手机？可以啊，那你就变成要一只手拿，一只手拿手机。不过你其实拿久了哈，因为他的角度有到140度，所以基本上。你只要大概这个范围全部都会进去。哦，因为我是也很想买，可是我老贵。啊，很方便啊，因为你手机你拿起来，你还要先开电源，嗯、啊，然后按相机又按什么的，很方便。啊，你这拿起来就可以照了。对啊。可是它不会待机吗？如果你太久没用。基本上你这样连续录影的话，可以。它待机哦，就是你手拿起来2秒钟，它就开机好了。它是。感应的吗？